台南分局经营会顾问团长李秀晶的歌声中，台南分局提前在分局大礼堂举办庆祝母亲节的活动，让做妈妈的女性是相当的欢喜，很开心啊！要谢谢我们分局长那么贴心，还替我们设想的这么周到，为我们办了这么一个那个庆祝的活动。谢谢分局长这么贴心的办这种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还有谢谢警友办事处的主任。这个礼拜日虽然是妈妈的日子，不过不少女性也是必须要坚守职务，无法度来过节。所以到了分局，才会提前为合区内女性妈妈举办一场简单但是相当温馨的庆祝活动。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的庆祝会，虽然是今天是在这个礼拜礼拜天，那因为我们刚好这个礼拜天要放六王妈祖的一个庆典的活动，所以应该预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提前在今天来开这个会哈。那我想每次在社会有动荡的时候都能彰显我们女性这个同胞不同人的一个在庆祝母亲节的日子，因为感受到女性过节的困难度，不少人也专程来替因祝福和加油。虽然是历经沧桑甜蜜的这个甜蜜的负担哈，还是要祝你们这个永远的青春美丽。是特别的日子哈，我就在这边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用音乐会的方式，让分局内女性拢会当轻松一下。分局长马新明嘛表示，未来唔但是女性，连做爸爸的警察同仁，伊嘛想办法来办理，让大家拢会当快乐来过节。记者陈心畅报道。